坐了一天，站了一晚。你有什么想要吃的夜宵吗？今晚可以满足你。大吃，给啥吃啥。我们俩玩一个最后一个游戏，你赢了，龙哥请；龙哥赢了，你姐请。啊，好嘞，还有龙哥。不用我请呗？那当然。准备。看你下面多了一个。我还想偷偷的藏两个。很想赢嘛。三二一，开始！我感觉我这个地理位置不太对。你没看我一般的孩子吗？我说怎么那个东西对我的女朋友好呢？五、四、三。二第十，你看就是我比较多，然后我很多，我这都满了。谢谢雨杰，雨杰，是我对不起你啊。谢谢雨杰，那先打两分吧。来，跟你说两句啊，你要这算我请好了，来啊，也就是一秒，自信放光芒。姐累了吧？姐饿了一天呢。为了那件礼服，今天吃了两盒酸奶，还喝了一杯山楂水。小龙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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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多么的灵活呀！一看就是复健成功了。我们长沙的小龙虾好吃吧？好吃。小红书。